那样。还好嘛，我不好啊，这什么私人时间啊？这什么时间？不知道啊，这时间是要干嘛？也不知道干嘛。我们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早上九点不知道几分的时候，我爸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：“喂。”起床了没？我说还没。他说：“哈，那你不是要上班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啊！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他就跟我说：“什么生活作息正常一点。”我就睡回去了。你刚刚才听过，你爸也这样跟你讲哦。不是黄玉也播这个时间了，他这么早起。你播过早上，他是准时十点了，他可能还是年轻体力旺盛的青春美丽。我都几岁了？我几岁了？太累了。鼻炎子绕，就是我是鼻炎子绕啊，这没有错啊。六点半起床上班，这半年体力很好，禁止，禁止，我要禁止大家把我很丑直播剪成精华，像上次的直播，我觉得应该不要留档。这声音刚开始，南瓜。对啊，我那天头发那么油，你还剪？冰澈雪夜送我寒食花书。还好超油的。那个衣服看就真的是荷叶边，我看也超邋遢的，笑死！这样才闪亮亮。就我们应该要醒来，这世界是要醒什么？这世间到底要醒什么？
没有强迫自己醒酒，没有喝酒，什么好肥，我平常直播也长这样子啊。我没有喝酒，我昨天很健康，好不好？我昨天喝饮料，欸，喝水。眼睛睁比较开。当然啊，现在几点？就跟你说，现在是私人时间。我们不能这样讲话。不，现在是一个不适合张开眼睛的时间。3年前比较轻，那是3年前。很抱歉，我现在长这个样子，但就是没办法。那你们今天都在干嘛？上班？我今天起的，就是我那个9:50的时候先关了一次闹钟，然后10点闹钟响的时候，我又把它关掉了。我有意识要起来，但我身体告诉我你好像需要再躺一下，所以我就躺在那里了。然后不知道几点，我忘了几点醒来，豆粉说一下30分不，那我就设了一个4:28的闹钟。然后他想说我有没有想要躺回去，但我觉得好像要起来。抱歉，我是神经病，必须把脸，没关系啊，休息啊。我也是不懂为什么早上要洗脸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回家要洗脸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早上为什么要洗脸？就早上脸上的油脂就是在保护你的皮肤，把烟丝洗掉。我现在有吗？我有吗？没有吧。这道理就说你有哦。我想说我有吗？我看没有啊。哪里有？眼鼻。那回复为什么要洗脸？你以为没有？那就没有啊。先洗桌上，搓搓泥。就早上没洗。你知道我早上会怎么洗脸吗？拿出化妆水，然后在你的脸上喷个一圈，然后抹一抹之后呢，拿出卫生纸。干净了，对啊，你看，同时保养皮肤，然后达到去除脏污的功能，好棒哦！
错没错，什么信物就事实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。然后你看你这样子，今天不用实习啊，啊现在才几点，为什么要实习？就跟你们说好不太一样啊，五点到六点，很好笑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看我同学现在这时间应该也在实习，我可以吃午餐了。一般公司是十一点休，真的、喔。有工作能做，有啊，很多欸，我昨天实习，我真的，我在那个实习的那一段时间内，重复做动作，大概做了130有哦，重复130遍一样的动作，我做了什么类型？做了什么类型？就是在折东西、包东西、放东西，折东西、放东西、拆东西、放进去，大概走家庭代工，蛮有趣的。你的比例我给我估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我说我的比例，还有比例原则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破身血啊，哪里有身血？妈卖个，可以买上 easy stuff， 真假的有这个？没有两种你，你有是哦。阿水真的神血，这里面有零一那么多，请全部给你零一比较好换。现在要这样，你想要全零一，要这样你们。没关系，我要是把我也想要全零一，佛系求五个零一大头换半身，原来是跟人跟人比赛，大神仙从来没有这种东西。这个恋爱脑粉，你要谁的关我什么事？这人就是要现实一点。没错，它是一种货币。冰冷恋脑钟情玫瑰，你要选暗冷这样就去换了。真假？可是你会多出来，那个多出来的可能一张30。你知道我妹昨天传给我什么？她说什么？原子少年有一个人在虽然发文什么，说为什么他的小卡还什么卖50块，然后什么另一个成员卖550还什么之类的。他说为什么只有50块？1200哦，啊，1550的，
啊，不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不喜欢，就是不是我推的成员，我就卖便宜一点。很喜欢一点，就是我也走心。是我一定是我，我也一定走心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小卡五十块怎么了吗？小卡五十，你说对啊，你就全包走了。没有啊，这就像是我的生血跟灵异的生血价格会不同，这是同一个概念。如果全团的生血都一样钱的话，嗯。嗯嗯，好累哦。灵异的不会有价格，因为根本看不到灵异谁。10块钱说好几张才行，10块钱。你是的吗？你看我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哎呦，让你分欲取，信用卡都用刷的，刷脸的，这个里面都是10块出，有没有这么好事？你知道我昨天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家里好臭，都是螺蛳粉臭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 ，Oh my god， 好大便味哦，味道好可怕。嗯，我几乎已经起床了。但是还没睡吧，他没有在这里，抱歉，他没有在这。他确实都还没睡，他日夜颠倒。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还好，我要开到半还是12点。我本来是想说开到。把你再睡回去啦，你想睡觉，我真的很 free。我看看，不是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我不要一点啊，怎样？没有啦，不行。我们开到半，我觉得半是一个好时间。才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好像有点说说的。Hello， 睡镜头太久，拜拜。好冷哦。也像一种星光。谢谢小爱送芒果冰。谢谢。为什么说是星光？你就放到有一天会再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再拿出来。那别再跟人去不说。早上睡了，今天手指面我是吹的中文。你们不会吗？像这个天气很热。
啊，我房间没有对外窗，我就只能吹冷气。被你爸杀掉，什么意思？谢谢小姐送红玫瑰。也不能开这些意思，你错，我对那些心里话，其实我算过欸，我在想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我就是如果搭捷运来回是60块，开车停一整天，不用走那个炎热的路的话，一天的话有10周吗？7321，210块一天，提供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！我实习生如果能领到钱的话，我想这就是最大的收获。对啊，就该偷笑了，真的该笑欸。我说我要去考机车驾照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但我看我朋友在农会嘛，农会实习，那多少？好像2个月8000欸，2个月8000，我真的是。哇哦，很酷欸，8000，现在觉得很可怕。不是啊，啊你不凶一点，你要怎么过去？也去考农会，但农会好像上班时间很单纯，就什么早上8点多到下午3点，还是5点。考国考，然后不然我就不会选。没有，我今天就已经选好多次，因为我大三下一定得选，就我那个管理数学重修，还是暑修啊。没有，我看这次的课表好像不用全部暑，不用早吧。因为我现在考虑一个点，就礼拜一有一节课在下午。然后呢，那节课就是其实不是我的领域要选的课，但我看课名又觉得好像还可以。然后呢，但是因为我如果礼拜一去上那节课的话，我就少了一天的放假时间。我就在考虑要不要选那节课，可是就怕我之后需要那节课，然后我再学不修。可是我觉得放假比较重要。等我学分不够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去选。好热哦！之后的事情，哇。大四生还要这么拼命的修学分，我看也是很辛苦。嗯，啊，准时毕业。不知道，这些排名出来了没？还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。你看你毕业还没毕业？不会啦，我是明年毕业吧。我说大学，后年毕业。
后年毕业。哎，我再去修几学分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二十学分哦。二十学分加上前面的五十八，就是七十八，一二八减掉七十八等于五十，五十再除以四个学期，一个学期修12.5个学分，所以我这学期如果修个二十学分的话，我就可以很快就毕业了。好像比我想的简单呢，不难啊。我要修20啊，我看一下我目前的排课规划。好像没有到20，好像16、1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0，这是10吗？11、12，哈，那加上实习13、14、15，然后加上体育没有学分，然后再加下个通识两学分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差不多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光睡过头，我没有睡过头啊。那还没达到，那你没达到，一个明星就当精算师，那必须。不当精算师，等着被人算计。先加在选天听看再说，是不是佼佼者？干嘛、啊？我没有，我哪有？开学选一堆，加退选。我要退选，笑死！我今天看吴奇慧，他有一个金枕，然后是按压式的，超酷的，他那个按一按就蓬起来了。这家金枕到底怎么睡？这样子睡不是脖子也会痛吗？什么建立的信息？你觉得那个不好用？专题跟校外实习二选一啊。就有那样靠着，靠着隔壁的肩膀，那你很大胆哦。我没有，好像没有专题这个东西。对啊，就是好像是专题研究跟实习二选一。虽然没专题，怎么大家都有专题嘛？就是要写那个论文。但我好像没有这个，就是可以选，但我不想选。专题研究啊，只要实习我更躺着毕业。没错，就是我看我同学这边很辛苦说啊，好想离职的时候就，我在家庭代工欸。我在家庭代工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的选择很棒，这就是我要的。
我想当实习生也先忘记签个名，签什么名？但香港同学可能学的比较多。对啊，没有啊，但是我有同学实习是在那个、啊、餐厅端盘子啊，这有学的比较多吗？差不多吧。有，我也是服务业啊。我算服务业吗？握手会算服务业吗？表演应该也算一种服务业吧？对啊，我是服务业啊。你是我面对情的仔吗？我端你们是不是？没有，不，话不能这样讲。左顾右而言他，稳了吧？稳啥稳啊？哪一次稳了？我就问哪一次稳了？真的好神奇哦！就是你知道，我真的就那个一讲了一学期的我的那个日文毕业门槛，到现在还没有申请过，我真的觉得很瞎。一个学期过去了，到底在干嘛？左顾右是什么？问我在干嘛？我要说左顾右。什么左顾右？我刚说什么左顾右？哦，你说笑脸的时候什么顾左右，说左顾右而言哦，笑死我，眼睛有问题，我听了头好痛。哎，这题，哎，我觉得我是有阅读障碍啊，我也常这种就是看不懂文字哎，嗯，没看懂。二喜都这样，什么叫二喜都这样？这个不是一个好，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称赞。敏感度，叔叔把你我都是，啊，没事。卢卡阅读都比你们好，我只能说二喜生都怪怪的，但我们就是怪的很有趣，我觉得。哦天哪！我说那个农会的朋友，8点上班哎，到下午5点下班，很准时。他说他第一天上班在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说他说把水倒掉跟搬椅子，把水倒掉跟搬椅子，这没有比较好吧？这劳力活哎，实际好像是打字。脊梁骨就被打断了吧？你最好了，你好了啦。我们真的对你来讲这么重要吗？有吗？用别的，有学妹。哎呀，有什么声音？谢谢便宜老公吗？对啊，你的对他蛮重要的，真的、哦。扎心了，不知道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没有啦。哎呀，哎，在打气，怎么会这么累啊？因为我昨天4点睡。
自习间会出没吗？哇，怎么没这么甜？小小的舞是在做还是不舒服？我其实我在想，我要提早去吃午餐吗？这一点，来问一下我的朋友。我没有要倒一点，谁跟你倒一点？我没有答应你们。因为我有朋友第一次看自己先吃掉。就是你知道前面那个实习前的前面吃两个小时午餐，是在暖身。你以为答应了？我没有。心理准备。你闹一点不行，一点我会迟到。这样会多播吗？我会播到我的时速啊。后面声音改，五月声音到底什么东西啊？五月是野餐哦，五月生鲜，我没有看五月的销量哎，但我用想的，我会觉得应该是蛮惨的。我没有嫌弃，我只是用想的，觉得应该可能要加点油。我有签好的纸笔，但我就是觉得。不是啊，这个照片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全身的，我还好，我没有很喜欢全身，我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照片的我看起来脸很圆，不是我要说那个照片整个把我整个修的，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可能当天拍照就很圆吧，还是什么，但是我真的脸看起来是这样哎。七月下单会好吗？七月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七月卖什么哎、欸。七月什么？七月哦，还行吧，应该啦，我猜的。哎呦，但就是感觉，可是跟以往不太一样。欸，我们历年来的七月都越来越露，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吗？我觉得喜不喜欢很看个人的成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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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大意四季成见啥？今年，我也不太清楚今年的长什么样子。我已经忘记我前面都穿什么衣服了，因为我照片也没有拍全身，所以我其实想不起来。欸，我这只有拍头是怎样？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下面穿什么。
想不起来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又没有成见，为什么？是比较吃期待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毕竟月份还没到，我不知道生写真是什么。对，对，对。早安哦。你是问主题，我不知道主题是什么。我们有拍生写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的冠七性呢？七月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豆粉了。我今天就知道。请问我这次会当第一个吗？哈哈。没有，才不玩了。玩什么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没有，啊，那个时间点我可能也不在公司，抱歉。叫姐姐发布的时候，他们应该是那个，还有青蛙叫，好玩吗？在叫公司发，那我不就是剪头发吗？最近常刷到七月拉拉队玩，其实去看拉拉队哦。社排成，没错，社排成，我就是第一个。但现都不能社排成。我昨天很开心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昨天发的贴文累积完蛋了。咦？变成我爆雷。你应该会吧，原来是累积，对呀、啊，嘿，我是累积的粉丝。你们呢？我也很开心啊，你们同担哎、欸，根本我们小粉丝，什么？那你一直数学姐妹现在这么消沉啊，不行，我们要努力一起。是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没有，当年的我可能就是那个很在意销量这一点，但当我已经达到那个 能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机会有的是更多，不必执着于此。对，我有好好说话。能耐是这样用吗？不是，我就乱用啊。好的啦，半年没工作的人在那边讲啊，半年没工作。哎、欸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不是，我上次的工作已经是一月跨年嘞、欸。我昨天才跟姐我说，我上一次我工作是跨年哦。在什么？我在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不够努力，所以我没有工作啊。喝个水压压惊啊！努力一点又这样，那我就说了，有时候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但不努力可能会有结果。是这样吗？没有啦，不努力不可能会有结果。
会很轻松。哎、欸，这是真的、欸，不努力很轻松。也没有几个人工作，没有啊，有笑唱但没有我啊，有四期生。浪像谈是吗？那个不一样，一个是外物，一个是内物。但我努力点，我不努力吗？除了直播，就是可能有点迟到的部分。发现有没有比较什么？二期还有两个四期生，对啊。我都不说我当年是如何有第一份工作的，我都不说了，善良，我很善良啊。想当年我努力上了选拔，才有第一份湖北科技大学的校场。说多了都是泪，真的，别多说了，只会伤自己的感情而已。哎呀，真的很有趣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哦，就觉得一大早要谈这种话题吗？没有，就第一次工作很紧张，就觉得说哇，就是第一次我要上台表演了，没有彩排，什么校长没有彩排？哈，已经要上台了吗？哦、oh no, 天哪！你要回我就没想你在干嘛？你突然在干嘛？我来看看那天日期啊。没有，校长都不会彩排。是2022年诶、欸。的11月19号。11月19。2022年的11月19，我也是那次，我也是那一次。行事历没事哎、欸，那你怎么没有来？你为什么没有来？日期怎么很熟悉？你的秋，他又不是你的信，一定有什么事情漏接。我猜那天可能在其他的地区也有其他的工作，我猜的。哦，选举哦，啊，选举哦。没事，错过的就不会再拥有。放下过去，仰望未来。哦，造势哦，拥抱未来。新乐园那一天，哎，那好玩哦。台下的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兴趣。新乐园那天。你什么阿弥陀佛，要不要那些什么校长来一点啊？啊，可是现在校长会给后面的人机会，没有我，哦哦，哦哦 ，Steam 夏日特卖热烈展开，看看有什么游戏啊。Among Us， 那我这个游戏已经过时了，看起来没有什么游戏。Human Fall Flat， Fall Flat， 这是什么游戏
Stardew Valley 是这样念吗？哦，人类一败涂地，哎，这我知道，这很好笑，就那个人会歪来歪去的。多少钱啊？19打70% off。买它，魔快侠哪一个？魔快侠是什么东西？魔快侠是什么？活，哦，活下转哦。眼睛，我快瞎，我快瞎，没有活快瞎，听起来是什么活瞎转的那个中国那边会有的翻译吗？不觉得吗？活快瞎，为什么我会看到快啊？哎，哪有快？活快侠，我不知道哎。快活侠，我累了，我眼睛真的有问题。没有快，我想说为什么还一直问号？活快侠，活快侠很快活啊。是什么是快侠？活瞎转，活瞎转是什么？是那个吗？我刚讲那个什么 Stardew Valley 吗？不是我想玩的那些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玩游戏了。哪一个啦？哪一个？戴夫是哪一个？哪里有戴夫？夏日特卖有很多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我在买过一个完全没有玩过游戏，你知道是哪个游戏吗？是那个……我到底删掉了没有？我这有买吗？我忘记我最后有没有取消购买，希望我是有取消的，因为我真的没玩。等不了，算了。去潜水庄园买梭子，哎、欸，这感觉很好玩哎、欸。戴夫 ，Dev the diver 还是 driver？ 这感觉很好玩哎、欸。但我暑假好像没什么时间可以玩。还要练习5周年，我们要努力一点，我们没有时间玩这些什么抓鱼卖寿司。我时间根本很多，我时间哪有多，我还没练呢。还没练呢，早起就有问题，就是我不早起啊，所以我没有时间。当然才400，没有。你的旋律不知道怎么样？什么？我的你的旋律？你的旋律吗？哦，你说《Kimi no Melody》。为了让你少练一首，也是很努力。你说《Melody》吗？
有这首歌吗？其实我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我要跳的歌曲。你就是旋律。我到现在我要跳哪一首歌，我都还不是很清楚呢。圈圈去吧，可不，你明明就需要我跳，是不是？然后就发现我没有在里面。Uber Life， 哦，是 Kimi Wa Melody， 抱歉，不是 Kimi No， 就是都上了吧。不会有老人进来跳就是了，我是老人。你午餐要吃什么？不知道哎，要吃什么？啊，那个昨天约我吃饭的朋友，现在又不回我了。他很常就是不读讯息，我就觉得有点烦躁。但他已经很常不读大家讯息了，所以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。算了，不跟他吃了，我还睡到自然醒。啊！他活着。嗯，我要小心。你现在睡回去的话，可以再睡一个多小时。然后发现我根本没有要跳这首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只是没有，我只是刚好脑袋想到这首歌而已。你就会发现，我现在弹的每一首歌，其实我都没有要跳。其实周江根本没有要上台，其实根本没有周江这个人，你看错了。以前这位是偶像周江。周家是不存在的。我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重要的是什么。喂，口红好多，我就觉得这些口红很，这样用不到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人生第一支口红，很怪的颜色，每次都要把它拿出来分享一下。我昨天有剪头发哦，你没有发现吗？
有没有发现我剪刘海了吗？这是什么话题？没有，那就会发现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。我再剪短一下，就会有人发现了。悠悠人，我是悠悠 man， 悠悠 woman， 悠悠 woman。都该自如意，大意自地。你20公分都没人发现，真的、哦？他要剪哦？我只有发现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直播，我先不要讲好了。那个一卡通说，咻，我现在都不敢乱讲，说谁有没有剪头发。阿公也前剪的，你说一品哦？那个我不敢，我还真的不太敢拿到捷运站上面毕业，好羞耻哦。他的接触点是在哪里？是在前头。现在又卡到越做越夸张。Harry Potter， 哥吉拉去比了，那还好吧？那个还好吧，那个小小一个，可是它这个很大一个。因为你们生日的人形一百做成优卡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哎、欸，好东西哎、欸。因为它那个人形立牌那么大一个，如果它做成小小的优卡，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就我在想啊，就是生日会每年这个人形立牌。做不到人形立牌是好的，真假的？没有，就是其实拍照的时候很可爱，但你要把它带回家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困难。那怎么看？那我们空卡是可以接受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要送什么空卡？悠游卡吗？卷轴哦，对啊，悠游卡感觉会是有价的东西。比较好说。你送我悠游卡，你要不要储值？那你要怎么知道有没有储值？嗯，刚才没讲，是啊、哦。
真的、哦、感觉可以来念榜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先逼然后还要拿去监站，不是拿去楼下，全家很累。没有，我礼拜五晚上再播。没有，你们为啊！我明明就说我不敢，我说我不敢，我来念榜。第十名是雨南，谢谢雨南。第九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八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七名是许阿北，谢谢许阿北。第六名是光一，谢谢光一。第五名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第四名是喜多，谢谢喜多。第三名是欧比王，谢谢欧比王。第二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一名是冰彻玄，谢谢冰彻玄。耶、yeah ！谢谢大家。下班真好，睡觉吧，各位，拜拜，拜拜。